is the risen one. I believe that I'll live forever. I believe that my king will come. Cause I have found this love. I believe in the sun. Show me哎，雪姨姐姐啊，怎么打电话给我？我要赢了的。哎 ，Hello， 请问你现在吗？是啊。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终于遇到雪姨姐姐。哦，你正在做什么呢？我要赢了的，我去跟赢得了的呢。怎么你打给我？哇，原来你正在打击啊！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，你还有做了什么？可以跟我分享吗？帮着我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我打击啦，我吃东西啦，我看戏，我睡觉，我大忙人一个哦。非常忙哎，你真的过得非常精彩，但是你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你都没有做到哎。事情就是祷告、读圣经，还有就是看我们的 Wonder Kid Channel 啊。我没有祷告，没有读圣经哦。那个 YouTube Channel 我一下子看一下子没有看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记得要花一点的时间来亲近我们的神，也要来祷告、读圣经。而且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里面，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出来见面，但是我们依然还有线上的聚会。同时间，我们也可以像现在一样，可以拿起我们的手机，打电话给我们的果果姐姐们，还有我们的朋友们，保持一个的联系呀。OK， 那放心放心，我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会开始祷告，开始读圣经，每个礼拜我都会准时观看 Wonder Kids YouTube Channel。好，没问题。那么我们就约定下个星期这个的时间，我们会打电话哦。OK， 没问题。好。好，那么我们下个星期见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欢迎大家再次收看 Wonder Kids Channel。大家好，我是 Nixon 哥哥。我是雪姨姐姐。哇，我们每一个果果姐姐们呢，都非常想念正在荧幕观看的你。没有错。如果你现在就和我们一起的话，你可以在旁边的那个 live chat 上 type 一个 hi 跟我们打招呼哦，我们都看到你哦。哇哇哇，雪姨姐姐，我看到很多人在打嘞。哎，我看到我的朋友哎。我的朋友也在打。嗨，非常想念你们。对，我们也非常想念你。好，我们都非常的期待每一个星期的聚会。不懂今天聚会会分享什么？哎，今天的聚会呢，会分享关于加勒这个圣经人物哦。所以呢，就好像刚刚的打电话的 drama 一样，如果你想知道加勒是怎样与他的朋友配搭的话，记得打开你的耳朵，聆听神的话语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敬请期待等下的聚会。好，让我们好不好？现在每一个的小朋友们，赶快从你们的位置上面站立起来，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 ，Let's go。好 ，Wonder Kids 们，你们预备好要赞美我们的神了吗？好不好？等一下我们一起从我们的位置上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拍手跳舞来赞美我们的神，让神的喜乐常常的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当我们一起来赞美的时候，我让你们带着笑容，然后一起的跟我们来唱。好，预备好咯，一起来唱。喜乐河流来充满我，生命泉源来浇灌我，有你同行，有你同行，不再惧怕，无论何处紧紧跟随。我们一起 walk， 我要 wal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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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the river， 我要 jum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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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the river， 我要 dan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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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the river of joy， 一起来跳舞。哦哦哦，
起来唱一次。流来充满我，生命泉源，来浇灌我，浇灌我，有你同行，不再惧怕，无论何处，紧紧跟随。来 walk， 我要 wal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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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the river， 我要 jum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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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the river， 我要 dan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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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the river of joy。再次，我要 wal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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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the river， 我要 jum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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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the river， 我要 dan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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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the river of joy。哇哦哦。一起来唱，哇哦哦，哇哦哦，再一次哦，哇哦哦，哇哦哦，哇哦哦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唱哦，跟着姐姐一起唱，我要哇哇哇哇，我要 jump jump jump。我要 dance dance dance， 好，一起来唱，更大声的来赞美我们的神。我要 wal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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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lk， 我要 jum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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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ump， 我要 dan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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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nce， 呜，哇哦哦。赞美我们的神，哇哦哦，哇哦哦，哇哦哦 ，In the river of joy。Wanna kids，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做动作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。让我们再唱一次的时候，每个 Wonder Kids， 我们都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好，我要向高山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继续我们手，哈利路亚。
友应该要互相帮助。哦，还是你不会做是吗？真的不会耶。我教你啦， okay. 你看这个五加五哦。等于多少？五加五等于多少？等于手指。对对对，你算。1,2,3,4,5,6,7,8,9,10,11,12,13 Yes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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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好棒啊你！累的，好痛，我的脚酸在哭。啊！你怎么跌倒了？好朋友不应该取笑他，而是要安慰他。痛，你跌倒了才。我扶你去找老师。哇哦 ，Wonder Kids， 你们好，我是 Sharon 姐姐。那透过刚刚的影片呢，就给我们看到好朋友的相处，好朋友应该是要怎么样？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说，怎么样成为好朋友？好朋友对你们来说又是什么呢？对我来说，好朋友就像我的好帮手，当我伤心的时候。他会鼓励我，他会安慰我，他会陪我说话，这就是我的好朋友会为我做的事情。那你们的好朋友又是怎样呢？你知道雪儿姐姐在看圣经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有两个人，他们也是好朋友哦，就是加勒和约书亚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耶和华吩咐摩西，告诉他说，你要在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出来去做探子，去窥探迦南地。什么是探子呢？探子就是侦探，他们不可以给人家知道他们在观察他们，所以呢，他们在观看的时候呢，他们都是躲在一边，可能他们自己有拿着一根草，然后就躲着，然后就去观看，去观察那个地方。哇，那个地方哇，怎么样的，这就是探子，就是叫侦探的意思。然后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，你要派这十二探子去窥探，去看，去观看我所赐给你们的应许之地，就是叫做迦南。他们去看的时候呢，十二个探子呢，他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们都隐藏自己，他们去看那个地方，然后他们看到什么呢？看到非常巨大的人，他们在这些巨大的人的眼中就好像蚱蜢那么小，比例非常的大，那边的人都长得非常的高大，所以他们心里面就非常害怕，就在想说，诶，如果我们以色列人去到那个地方，肯定会被给他们杀死掉，所以他们都非常害怕。所以呢，摩西只是派他们去40天，40天很快就过去了，他们就回到巴兰这个地方，他们就去见摩西、亚伦，还有每一个以色列的人。这些探子呢，就一个一个的来报告。有10个探子呢，他们都报告说啊，那个地方非常的不好。摩西就问为什么呢？这些10个探子呢？这10个探子就说，那边的人啊，非常的巨大，他们就好像巨人啊，我们就好像一个小蚱蜢这样子。如果我们一去到，他一脚就可以把我们踩成粉碎啊！所以我们不可以去那个地方，那边的人太可怕了，而且还有一些人是他们是刺人的哎，非常的可怕。所以呢？当以色列人听到的时候，这些的人都非常的惧怕，他们都哭了起来，就在那里埋怨说，哇，这个神为什么还要我们去那个地方啊？神，难道神要我们去送死吗？又说是应许之地，不是美好的地方吗？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所以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就说，我们要回去，不如你们选择一个首领带我们回去埃及吧。我们要回去埃及啊，我们都不要去那应许之地，至少我们不会死掉。
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当他们在非常吵闹的时候，有两个人就站出来了。第一个就是加勒，第二个就是约书亚。加勒呢，他就说，哎，我们不能，我们一定要去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地方。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，是牛奶与蜜之地。那边的土地非常的肥沃，那边有非常多的水果，这些牛羊都非常的肥美的。然后呢，你知道那个地方的葡萄啊，平常我们在家里吃的葡萄，那个葡萄是非常的小的，非常小的葡萄，我们一手就可以拿起来一串葡萄，那一手拿起来绝对不难，而且在家里面都经常争吃的跟家人。但是在那个地方，他们从那个地方把那个葡萄拿回去巴兰的时候，拿回去给摩西看的时候呢，那个葡萄竟然是要用干的，因为那个葡萄非常的大，那边的土地非常的肥沃，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好地方啊，我们一定要去到那个地方，因为我们要相信那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加勒跟约书亚呢，他们有同样的心智，他们都说，哎，那是神应许给我们的，我们要一起的去。故事呢告诉我们说，哎，看得出加勒他是一个非常专心跟随神的人。当摩西把这个任务交给加勒的时候，加勒他就知道说，哎，这是神所应许给我的，我一定要抓紧，并且我要进到这个应许之地。所以他非常信靠神。然后呢，在圣经民数记14:24这里有说到，但是我的仆人加勒，因他有另一个心志，专心跟从我，我必把他领进他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子孙也必得着那地为业。所以呢，到最后呢，只有两个愿意相信、愿意专心跟随神的人，就是加勒和约书亚，只有他们两个进到那迦南美地。其他的10个探子呢，还有那10个探子的下一代呢，都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的应许之地，而且他们死在旷野中。但是加勒和约书亚他们进到那个应许之地之外，他们的子孙也蒙神的祝福。你知道今天神要我们透过这个的信息学习到两个字，就是专心，专心信靠神，而且对神的这个的应许呢，没有任何的怀疑，对神没有任何的怀疑，而是一直的专心相信神，说，哎，神会带领我。所以当我们专心跟随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的祝福会临到你，神的祝福会临到你的生命，也会临到你的家人，就好像加勒跟约书亚一样。神的祝福在圣经里面说，神的祝福是直到他的下一代，祝福给他，也给他的下一代。所以呢，我们神是非常好的神。第二，第一我们学了专心，第二我们要一起来学习配搭。今天我们要说好朋友，好朋友的定义就是好帮手。今天我要鼓励每一个 Wonder Kids 成为好帮手，在家里面成为你爸爸妈妈的好帮手，你可以帮忙你的爸爸妈妈做家务，最重要的是在家里面你要听话。第二，你可以成为你老师的好帮手。在 Zoom class， 可能你们透过 Zoom， 可能透过视频的教学里面，你老师所给你的功课，我都鼓励你把它给完成。可能没有老师在你的旁边骂你、打你，或者是提醒你都好，但是学生的责任就是要把功课完成好。所以我要鼓励你成为老师的好帮手，把你的功课都完成。最后呢，你要成为领袖，成为果果姐姐的好帮手。你要在小组里面有配搭，有好的配搭。当我们说，哎，我们有这新的影片要上映了，你们都要第一时间去看，而不是要一直催你呀，你才去看，而是要主动的去看，成为领袖的好帮手。你知道有一天学员姐姐参加一个小组的 Zoom， 就是他们小组里面一个小组的一个他们在聊天，然后学员姐姐就进去了，然后那个姐姐就说，哦，我们一起来玩游戏，我们一起来玩画画。但是里面的人呢非常的不配合，当一个人在画的时候呢，另外一个人又在画，
然后这个人又在画的时候呢，另外一个人，其他人又在画，结果我们不知道那个画到底他在画什么，所以就整个游戏很不配合，就弄到有一些想要玩的孩子，哎呀，就觉得很伤心，为什么没有办法玩。所以今天呢，成为果果姐姐的帮手也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鼓励你要成为一个好帮手，让你的生命里面也成为好朋友的好帮手，是去鼓励你的朋友，是去帮助你的朋友。好，所以呢，在这个时间，可能你觉得说我很孤单，我没有办法去见到我的好朋友。我的好朋友以前我可以在学校见到他们，我可以在补习班见到他们，但现在没有办法见他们，只是透过荧幕。但是学员姐姐要在这里告诉你，还有一位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他一直在我们的身边，他是谁呢？他就是圣灵。圣灵就是我们的好朋友，圣灵也是我们的帮助，也是我们的依靠。如果你感到伤心难过，你很想找一个人来诉说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可以打给你的领袖果果姐姐，或者打给你的朋友，告诉你爸爸妈妈，或者你可以安静你自己，来到圣灵的面前，跟圣灵说，圣灵我很难过，圣灵请你来安慰我。我相信圣灵一定会在你的心里面动工，我相信圣灵一定会帮助你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他非常的爱我们。所以今天第一就是专心，专心跟随神。怎么样专心跟随神呢？首先你要观看我们每个星期的 Wonder Kids Channel 来聆听神的话语，专心的跟随他，不要 skip 任何一次的信息。第二，你要有很好的配搭，为了你要成为好帮手，成为你的家人的好帮手，成为你的领袖果果姐姐的好帮手，成为老师的好帮手。过后呢，你要去常常的依靠我们的圣灵，不要忘记圣灵是我们的好朋友。 Amen。 好，我们现在来一起来跟圣灵来做一个祷告，我们求圣灵在这段的时间继续的帮助我们。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，我们把手放在我们的心上。亲爱的圣灵，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的帮助，你是我们的好朋友。透过今天的信息，求神也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朋友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爸爸妈妈的帮助，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好帮手，也让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，虽然是 MCO， 我们没有办法去到教会，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在家里面专心的听到，但是求神你给我们一个坚定的心，给我们一颗专心的心，在每个星期我们依然不放弃，要留守这个的 Sky Service， 为了来遇见你，求神你来帮助我们，我们爱你，奉耶稣名求祷告，一起说 Amen。好，我相信今天圣灵有对每一个的 Wonder Kids 来说话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的话，你可以在你的家挥挥你的手，然后一起说感谢耶稣。好，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咯，拜拜。 Hello Wonder Kids， 我是高薇姐姐，很开心能够再次跟大家在这里一起聚会。今天学姐姐就跟我们分享到了关于朋友，朋友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。朋友呢，除了能够跟你一起学习之外，他也能够跟你一起玩。那今天呢，我就邀请了一个我的朋友，要来跟我一起进行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。我们话不多说，马上邀请我们的朋友。Hello, Wonder Kids， 我是阿梅娜姐姐。好，很多人都说我跟阿梅娜姐姐是非常有默契的朋友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我们的默契到底有多强。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 ，Let's go！ 好，这个游戏非常的简单，你只需要两个的材料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你需要一支的笔，一支的 marker pen， 你需要一张的纸张。等下的游戏怎么样进行呢？就是我会在阿梅娜姐姐的背后画画，然后她要凭感觉猜猜我在画什么，才要画出来。第二轮呢，就会轮到他在我的背后画，然后看看我的背后有多敏感。Yeah. 到最后呢，我们就会来看看谁画的最像。好，我们马上开始。好，我们就来看看到底画出什么东西。哇，你很厉害！好强好强！现在到阿美娜姐姐或卡拉姐姐了。
我觉得这个游戏呢，第一可以让你知道你有多认识你的朋友，第二是可以测验到你的背部是有多敏感的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你呢也能够在家里跟你的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、你的朋友一起来进行这个挑战。最重要的是，朋友之间呢，关系比输赢更加的重要哦。所以挑战完了过后呢，给你的朋友一个 high five， 跟他说你做得很棒，你做得很棒。然后再给他一个 dolphin， 跟他说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是好朋友。好，那么我们的挑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个星期见，拜拜。听了大家的分享以后，我也想找像嘉乐一样的朋友哎。对，没有错啊，那我就成为你那样的朋友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很痛。好，那雪莉姐姐，你有观看为 Run the Kids Warrior 为我们呈现的，给我三分钟吗？当然有啊，在每个星期三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错，每个星期三的八点钟，晚上八点钟，那记得留守 Run the Kids 的 Channel， 因为呢，给我三分钟即将推出更精彩、更搞笑的影片等着大家。哦，非常的期待，期待，期待！在影片结束之前呢，记得帮我一个忙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那样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喽。所以我们下个星期。空中见，拜拜。